1932年，朝鲜义士尹凤吉成功刺杀日军驻华总司令百川义则。此后，中朝志士俨然斗志。铁蹄统治，我李秉道决定刺杀侵华日军驻上海司令。效仿尹凤吉烈士的壮举，舍身取义，为了完成建国的壮举，我要正告全世界，凡我朝鲜忠魂都渴望祖国的解放，让我们自己的旗帜高悬在祖国的土地上。새옷이야마음에들어네너무예뻐요근데이도라지꽃아빠거랑똑같네요도라지꽃은행복을뜻해그의엄마도라지꽃수놓은것을아빠에주고지금아빠가또너에게주는구나아빠가너에게영원한축복을빈다는뜻이다정희야올해아빠는같이보낼수없을것같다왜요정희야밥해놨다어서밥먹어야지배안고파요아빠오시면같이먹을래요정희착하지우리정희말잘듣잖아밥안먹어서오빠가우리정희마른걸보면마음아플거야아저씨말이맞아요아빠를걱정시켜선안되니까요말을잘들어야해요
경도는 일본군들이 전성을 뒤지고 있어. 빨리 도망가야 돼. 李炳道，朝鲜人。嗨，你马上带人进城区，把朝鲜人和看着像朝鲜人的全都给我抓起来。嗨，报告大佐，有人送这张照片到报社。 此刻身的已经查明，他叫李炳道，朝鲜人。李炳道，朝鲜人。是，如此重大的刺杀活动，他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完成。我已下令，对朝鲜人展开全城大搜捕。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기억해라. 절대 도선이라고 해서는 안 돼. 누가 묻더라도 중국이라야 돼. 그치만 아빠가 찬 조선이라는 걸 평생 잊으면 안 된다고 하셨어요. 감쪽같이 속이는 거야. 나쁜 일본인들이 조선인을 잡으려 하면 우린 중국으로 변해서 안 잡히지. 그럼 누가 묻더라도 중국어로 대답하는 거야. 放心吧, 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住在鸭绿江边，认识很多汉人的。 所以中国话我也会说。你的中国话说的比叔叔还好呢。那好，那就由我来保护叔叔吧。嗯。你中间，放下，站下，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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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你是朝鲜人。
我倒要问问你们院长，怎么教育这群野孩子的？大叔，你可千万别让我们院长知道。要不，我替他们赔钱吧，这些铜板我已经存了很久了，您看看够不够？嗯，这些应该差不多了。好险啊，多谢多谢了啊！谢谢冬梅姐。竹哥，你怎么又带着阿松跑去偷西瓜了？好了好了，哎，从今以后啊，你的大恩大德。 竹哥，你是来接我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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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必有失，咕咕咕咕咕，知学者必有失。不许学我鸡吧！不许学我鸡吧！妈妈，妈妈，妈妈，哲哥，你们回来啦！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们呀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春风堂呢是个孤儿院。对呀、啊、对呀、啊，我有爸爸，我不是孤儿，你们为什么要带我来孤儿院？春风堂啊，是教官，带弟弟妹妹们出去。弟弟妹妹们，跟我出去吧，走吧走吧，走快快快。你看这是屁股吗？啊，这屁股吗？疼啊！还有你呀、啊，啊！你看看啊！你们都是什么样子了啊？是不是闯什么祸了？又跟别人打架了？晏叔，我和竹光既没有闯祸，也没有和人打架。嗯，竹哥呀、啊，和我松哥当了一次大英雄呢。我和竹光一起去救人了，所以才把自己衣服弄得脏兮兮的。嗯，是，胡说八道了。懒得理你，我们找妈妈去。嗯，哎，朱哥，妈妈一早就进城募款去了。啊，对，院长出去了，又有什么话跟我说？你过来，你是什么人啊？啊，到我们这来干什么？我啊，刚刚朱哥告诉我了，这位小妹妹的叔叔死了，又找不到爸爸。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回来了。哦，你们两个人倒成大善人了 啊！我们这里没钱，留不住他。可是严叔，我们这是孤儿院，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啊。你再替竹哥说话，我连你也一起罚。败太，打！竹哥，严叔说的是真的。最近我们春风堂经费不足的事儿，妈妈正在急着四处筹钱呢。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人，难怪严叔会担心。你跟我来。哎呀，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反应迟钝。不行，我答应过他叔叔要照顾他，我得去看看。严叔正在气头上，你去了只会坏事儿。让我去看看情况吧。你们俩呀，先去把衣服换一换吧。那麻烦你了。知道了。阿宗，走了。嗯。先生，对不对？不是，我是中国人。那既然是中国人，那就一定有什么邻居或街坊可以依靠了，对不对？你看着我干什么？说话呀！除了我爸爸，我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那你的故乡在哪里呀？爸爸告诉过我，在鸭绿江畔。你露馅了吧？啊！鸭绿江啊，还说自己不是朝鲜人。叔叔，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在这里，对不对？哼，臭明。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是不喜欢你是个朝鲜人留在这里。那好，我可以现在就走。可是，您可以让我和那位大哥哥和那位小朋友见个面吗？你要看这鬼头鬼脑的样子，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你想让那两个小兔崽子帮你留下来赖着不走，对不对？不，我只想跟他们两个说一声谢谢，说一声再见。嗯，那就不用了啊。那两个小兔崽子不用跟他们道歉的，你可以快的走了。可是这样做的话太没有礼貌了。不用跟他讲究礼貌的啊。我是说您太没有礼貌了。爸爸常常会告诉我，中国人有一种美德叫礼貌。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没有礼貌。你说我没礼貌？您又不认识我，就说我鬼头鬼脑的，还说我想赖在这里不走，那不是很没有礼貌吗？你这个小丫头，你教训我，你难道没有想留下来吗？我又不是孤儿，为什么要住在孤儿院？我自己会走。您不用生气，也不用赶我走。再见了，叔叔。再跟您说一件事。说。你最不礼貌的就是说话的时候喜欢乱喷口水。你，没有承认，但是严叔问他话的时候他不肯回答，就说明他默认了。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我都有责任保护他。可是这女孩来路不明，而且你们也说了鬼子想抓他，我们不能让他继续留在这儿。不留他在这儿，你还赶他出去啊？他叔叔救了我一命，我答应过要保护他的。可是竹哥，没有什么可是的。冬梅，你听我说呀。大哥哥，我要走了。哎，振兴，哎，振兴，你别走啊。振兴，你别理那个龅牙太，你就尽管留下来好了。可是我不能留在孤儿院了，如果爸爸找不到我，他一定会很担心的。可是振兴，你要到哪里去找你爸爸？对啊，振兴，要我说你就先留下来，找你爸爸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不行，爸爸还在等我呢。振兴，这外面的世界这么大，你要到哪里去找啊？你就留下来吧。对啊，振兴，你就先留下来吧，等找到你爸爸你再走也不迟啊。可是不许留他。振兴，别理他。我要你嘛。竹哥，如果你在这不理我，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不客气，你来呀。纸孩还在。院长，猪哥他欺负我，把我撞到猪肚子上，他们造反了。妈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龅牙太不让振兴留下来。你喊我龅牙太，我没那么棒。他是谁呀？你好。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啊？怎么不说话呀？哎，院长，他是这好些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能告诉我，你从哪里来吗？阿姨，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就像帮助过我的那两个大哥哥一样。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千万不要太相信别人。你行行好，让我走吧，好不好？院长，那我就送他出去了啊！你出去。那，院长，出去。啊，是。哼。妹妹，我刚刚听严总管说你是朝鲜人。阿姨也有个很好的朝鲜朋友，半个月前我还见到他。他们家就住在鸭绿江畔，你知道吗？鸭绿江。鸭绿江啊，我知道，我们一家原本就住在鸭绿江。哦，那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你的爸爸妈妈呢？爷爷和妈妈都被鬼子们杀害了，我们村子里的人也被鬼子们杀害了，所以爸爸带我来上海。禀道，你怎么会来上海呢？在朝鲜，鬼子亡了我们的国，这国仇家恨我岂能不报？我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跟鬼子同归于尽。大姐，我有一个女儿，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不测，我的女儿就拜托大姐你照顾了。告诉我，你爸爸是不是叫李炳道？阿姨，你是怎么知道的？阿姨说的那个很好的朝鲜朋友就是你爸爸。他还好吧？他现在人在哪里啊？本来明哲叔叔要带我去找爸爸的，可是他被鬼子开枪打死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在哪里。乖乖，不哭，不哭啊！阿姨知道你是个最勇敢的孩子。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吗？我叫李珍惜。阿姨，你呢？啊，我是这里的院长，这里所有的小朋友都叫我妈妈。珍惜，你要记住，不管你爸爸是生是死，他都是个大英雄啊，对不对？你放心，阿姨一定会帮你找到爸爸的。谢谢阿姨。那么，现在我们两个来做个约定，好不好？你要珍惜做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之外，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可以吗？好，珍惜明白了。珍惜，你瞧，珍惜。以后我们大家上课吃饭都在大堂，宿舍呢就在二楼。我真的可以住下来吗？放心吧，妈妈说话算话，你一定会留下来的，别担心啊。对了，珍惜，我们去看看你自己的房间吧。来，这边。
是什么地方？啊！真心真心，你可千万不能上去啊！这是通往阁楼的禁区，上去的话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的。很可怕的事？是真的，我跟你说啊，三楼啊住着一只怪物，张牙舞爪的，专吃小孩。三更半夜还能听见他对着月亮嚎呢，就像这样。是真的，我才不信呢！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吃人的怪物啊！我骗你干嘛呀，真心！我可是亲眼见过那个怪物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外边尿尿，忽然看见那只怪物，他举着大镰刀，要朝我砍过来。幸亏我孙哥反应快，往后一缩，那只怪物他没砍着，要不然那个后果可惨可惨了。好了好了，松，珍惜才刚来，你就别再吓唬他了。哎呦，朱哥，我这哪是在吓唬珍惜啊，我是他好心的提醒他。珍惜，总而言之，你是千万不能上阁楼去的。不上阁楼，不上阁楼啊！走吧，回房了。走走，回房。珍惜，你呀、就安心住在这里，我跟阿松就住对面，有什么事啊，只要喊一声，我们都听得到。大家快坐好。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老师，邵涵老师。你们好，邵涵老师好。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今天自愿来到春风堂教大家音乐，大家高不高兴啊？高兴！鼓掌！来，掌声！鼓掌！上海老师，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交给你了。大家听话啊！今天要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送别》。长亭。老师唱的歌真的好好听啊。走开，别在这儿影响大家上课了。小朋友，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好啊。大家今天能吃饱了，能吃饱。
这饭怎么这么少？真是的，月月日啊，哎，这够吗？够了。还有筷子。我们坐那边吧。好，严总管，让孩子们先吃吧。啊，哎，好，于院长，您辛苦了。哎，阿松，你看，谢谢。哎，你不是告诉过我说阁楼上有吃人的怪物吗？那院长怎么敢上去啊？妈妈呀，他已经习惯了，反正除了他，没有人再敢上去的。走开，来，阿松。冬梅姐，你干嘛不给他打饭呀？我今天没预算到他会留下来吃饭，所以没他的份儿。我不饿，你吃吧。少寒老师，你自己吃吧，别管他。真的没关系，我在来春风堂的路上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不了，不用了，老师，您吃吧，我先回房了，谢谢老师。哎，阿松，给。哎，是少寒老师，来，坐。啊，我上去看看真相。哎呀，严叔，对不住啊。哎，宝丫太，吃饭了啊。这两个小兔崽子，真是没人性啊！少寒老师，哎，少寒老师，您不是在路上吃过了吗？哎，那我就不客气了。严叔实在是太饿了，那我要先吃一点，你可以再打一份。不要紧，不要紧，你先吃吧。哎呦，你这是神仙姐姐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报告大佐，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李炳道有个九岁大的女儿李珍惜。我已经在每条街道都加派了岗哨，而且我们会沿街逐户搜索，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的。我刚刚仔细看过资料了，李炳道不止一个人，他们这伙朝鲜人是从鸭绿江畔来的。鸭绿江畔的朝鲜人？我们在朝鲜的时候，部队的司令已经展开过一次搜捕了。没想到李炳道这批余孽居然跑到了上海。李炳道的女儿很关键，找到了他的女儿，就能找到他的同党。要留活口。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妈妈，阿松把事情全都告诉我了，伟泽到处在找那个女孩，竹哥意外地把她带回来，我担心要是让鬼子找到这儿来的话，不但竹哥会没命，这儿所有人都会被连累的。哎，对，冬梅说的对呀。我是春风堂的大家长，这儿所有的院童都是我的孩子，我也跟天下做母亲的一样，如果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是这里的负责人，是，我是春风堂的院长。少佐，有什么指教吗？我问你，你们最近有没有收留一个朝鲜女孩李珍惜？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少佐，为什么要问他呢？前天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你可知道？哎，我看了号外，说是那个扔炸弹的叫李炳道。李珍惜就是他的女儿。我要看看你们春风堂里的孩子。当然，少佐，你请。立正，向右看。
小倩，看。收好脚步。小心。报告太太人，春风堂所有小孩都集合完毕，请太君检查。少佐，春风堂所有的孩子都在这儿了，没有您要找的那个朝鲜女孩。真没有朝鲜女孩？是啊。那看样子是我搞错了。是，太君，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春风堂没有朝鲜女孩，连朝鲜菜姐姐没有啊。太君辛苦了，可以收队了啊，院长啊。孩子们，可以回去了。哎呦，冬梅，快点，一二。哎呀，真是的。哎呦，太君，你看这春风堂要是没有我，这咋办呢？啊，哎呦，对不起，打搅了。不打搅。太君请。哎，太君请，太君辛苦了啊。太秀嫂，秀嫂，报告个秀嫂，上面有三个小孩。